客家电视第一集行出客家中，而带大家亲眼认识台湾菜地故事的节目《台湾情囊囊》，下礼拜一暗部头九点会播出，由主持韩剧类节目《喜有金鸟》的也钟山丽来主持，同其他安的节目请替莫庆勇，也莫太多的包装同娱乐效果，透过钟山丽的实际体验同感通，真实呈现台湾特别的人情故事。你看啊，这一个一个啊，一扎一扎、啊，就会头家嘛，一片一片啊嘞，对树啊嘞剥下来，小碌碌，几感觉。宜兰路东林松夫圈的几日间玉港店，从立都建五十六年，喺冬天其中之一有名的消失。这条白林业东发展的时节，喺多数的工人辛苦做些故乡清风富的红树。然后行业就签到一下，对后生识到厉害，就话来讲，识到你啊，一部分的林场肉根，那就滴我还活着，因为个。多数啊，数一多以前无充电嘛，有嘛个缆线、缆绳啊，全部要用数的数的安尼去来滴，给懂得一下嘛。因为这故事节目里面滴，那肉根原来黑暗有故事诶。我来了，哦，这是干嘛做？一个走了你，一个是站着。妈妈不会走路，爸爸在养老院。出台后世的韩国小姐沈信忠爱长子夫请陆廷神父，韩国三盟主角明初舞托的来用舞托团，我本大家看到家道的风险同付出。客家电视新节目《台湾情囊囊》的，曾经台湾十三的都市小姐彩天的人文风情，老其他韩剧类节目清淡的梦想用，出给每一条丝引出五路效果，也无太多的包装。我真是表现出台湾特有的人情故事。以前过去有一些就是说，因为碍于故事的包装，我们必须可能夸饰啊，做某种程度的夸饰来吸引观众。可这个节目里面，其实受访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我们只是在文字影像上面给他们给观众更多的感染力。台湾放松的韩剧类节目包含国内国外的就有几下十种。台湾情囊囊的节目期望做出体格，我收给台湾一个土地方，佮无人地的人物同故事，我本大家感受台湾的人情味。下个新闻，林景耀、齐飞玲台北报道。